张茂生的报告，刚才医院打电话叫你去拿，但是你不在，我就替你拿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嗯，可以早点睡。晚安。晚安。跟父亲死因一样，佟黎川，死亡时间下午2:28，死因心肌梗塞。心脏病史，注射了不明物质，难道父亲的死因并不单纯？请问一下，我们这里是少年侦探社吗？是的，太太。您来我们侦探社要调查什么案子？当然是有事情要调查了。请问，您家发生了什么命案吗？哎，我说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你家才死人了呢。太太，您别生气。说一下，你要查什么案子？哎呀，我家麦克丢了，这可是个大案子啊！佳兴，快请。太太，您放心，我们是专业的，这新百乐城没有我们找不到的人。哎，麦克不是一个人，他是一只土狗，大概有这么长。狗丢了不都会自己走回家的吗？哎呦，我家的狗要是能自己回家的话，我就不用来你这儿了。哎，你们到底能不能接呀？不能接我走了，浪费我时间。等等，接，我们接了，就算是找狗我们也接，肯定能找到。